水浒传中诸位好汉皆是奇人异士，各自都身怀绝技，让人佩服三分。而今天刘谦老师将和他们英雄换英雄，为你带来不可思议、无法预知的神奇魔术。好，进入我们的金锣水浒英雄会之超能英雄会。这个水浒当中啊，有很多人都有一种这个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才能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这个词啊，其实我们要做一个一分为二的东西。就什么特异功能，人家说其实从人类的这个角度来说是没有啊，但是呢，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。但的确就是有一些人拥有常人所不能拥有的一些。你比如像古上早时期，对不对？鼓上早，在鼓上边的跳蚤，那轻功了得呀！轻功了，这就属于超能。对，这就属于超能啊！浪里白条张顺，可以在水上啊平躺着露着肚皮啊，平躺着漂流。这也属于把潜能发挥到极致，神行太保戴宗，那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啊，对，那什么腿脚都是我们水浒当中非常了得的人物，比汗血宝马跑得还快啊！今天这个我们五位要面对一个有着超能力的一位人儿，男子汉，男子汉。每次请他出场之前，我的心都好忐忑，蹦蹦跳，不知道他又给我们不知道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国际级的魔术大师刘谦，有请。各位好，我是刘谦。我们都知道魔术只是一种幻觉，是一种幻象，有时候看到的东西不见得是真的。接下来，我用这两条绳子做一个示范，这是一条短绳子，这是一条长绳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让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，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，他一瞬间产生幻觉，只要轻弹一下我的手指，从现在开始，各位的眼前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幻觉，从我们的眼中，有没有看到这两条绳子变得一样长？光是变得一样长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让这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，仔细看，其实很多人都办得到，只需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就变成一条绳子。好，不过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结，当然你可以把它拿掉，真的是一条绳子。哇哦，还没完。接下来呢，我把这条绳子打结，好，打成一个圈圈，仔细看，这个结其实也是不存在的，完全都是幻觉。它只是一个圈圈。现在在你的眼中呢，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圈圈，看到一条绳子，但正如我刚才所说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幻觉。接下来我把这个绳头放进圈圈里面，仔细看，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时刻，它还是一条绳子。哇哦！接下来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。好，有请刘谦老师。太神奇了！碰碰这只手，神奇的手。哇哦！对。冰老师，李冰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可以再到这边来。不是，不是。他一站到这儿，我都觉得我还有必要出现吗？有，黑白配，没有办法，对，没有办法，对，因为他给你带来的就是神奇，但这种人也有苦恼，什么苦恼？没什么朋友，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因为朋友跟他在一起啊，第一，觉得这个人很可怕，是吗？你不知道他的手。你不知道他的眼，你不知道他的语言哪一句话能够给你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。这倒是对。第二，你不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失。为什么呢？也许今天你带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表，等你回家再找鉴定师见证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假的了，赝品，也许都没有了。首先我需要
你的戒指在包里面，好，包在杯子里。我确认了。杯子上面有棉花，而这是钥匙。我就眼睛盯着你，我看你怎么变。眼睛仔细看着这个钥匙。你的戒指在包里，包在玻璃杯里，上面有棉花。看，好累啊。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。上面看起来像是你的戒指，麻烦看一下包里面现在装的是什么。我的心停止跳动。钥匙。呀！亲自把它打开。太神奇了！亲自把它打开。不会吧？好，物归原主，谢谢大家。哇！天哪！这个魔术我刚才看得很仔细，我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。你找到了，雷斌老师，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相信你会找得到。这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你告诉我。他拿出钥匙来了。他一直让你们看着这个钥匙。告诉你，哎，这里边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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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钥匙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他钥匙上。你知道他现在运用了一个心理战术，催眠。你是说刚才我们都睡着了吗？不能催眠那么多人吗？包括摄像机也睡着了。那一刻的时候，其实你们都睡着了。对，摄像师也睡着了，摄像机也睡着了。不光摄像机啊，导播都睡着了，观众都睡着了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一个感觉来说，我觉得他赢在心里，而不是赢在技术。哎，完全是因为刘谦老师把大家都催睡着了，他悄悄的去把钥匙放进去。你看有很多人都拿着一个小的那个晃的晃的那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很快呀、啊！很快呀、啊！你认为快？其实时间过得很长。还有就是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刚刚拿那个棉花来看，真的是棉花，闻一闻也没有什么什么酒精的，就普通的棉花，对，很普通的味道，会烧了着的棉花怎么可能就这样烧的，对不对？在找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在找什么？找棉花。棉花都没了，棉花没有了。刘谦老师给我们光议论，这个游戏的最关键的应该把握什么？其实魔术主要是巧妙地掌握住你们现场所有人的视线跟心理，但是我现在有点感觉到任脉两通啊已经被打通了，二脉正伤了，完全受伤了，完全被打伤了，摸摸他的头，他还没有发烧。我觉得你每次遇到刘谦老师真的会有一些失常的表现。以下发言问题，大家哈，你看刘谦老师。因为他觉得我们都是普通人，这没有什么好笑的。他跟我们境界不一样。那我们再体会一个高处的境界，好不好？对，高处不胜寒，寒也胜人间。开始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，都找到他认为最美的女孩子放在这里。好，这是一条橡皮筋，请你拿着。啊？把它卷起来。卷起来。绑起来。用橡皮筋把它绑起来。怎么绑都可以。把它。哎，好，哎呦，结实，非常好，好了以后就给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不会再动到它，我把它收起来，放到这里，啊，我不会再动到它，帮我压着它。吓了一大跳，你瞪我熊，我噌一下，吓我一大跳。好，不要动哦。好，冰老师，你的工作就是盯着这个玻璃杯。确定我不会去把里面东西拿走，好吗？小心会爆炸哦！我什么觉得什么事都会发生。扑克牌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一副完整的一副扑克牌。赌神。把牌稍微洗一洗。刘新民大哥，麻烦伸出一只手指头。一只。一只。一
只手手指。因为我这要跟你说一下，因为只有小拇指是真的，那四只都是假的。这只可以，这只可以。最后再给我看一下，当然是当然是的，我不是要拆这张盘子。哎，还搞得那么神秘，没有，是一直压着，一直压着，压着。好，手可以起来了，手可以起来。那可以起来，你还告诉我？没有人偷换他过，没有人偷换掉他。我里边已经让他真空了，没有人碰过他，没有。我能拍出一个人？放在这里。哎呀，好敬业啊，李冰老师。小心会爆炸哦，着火、哦。镜头从头到尾刚才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位置。没有。有镜头有离开，但是我敢保证，我绝对没离开。嗯。李冰老师左手都有点麻。接下来。爆炸不会，不会。我是。不可能啊！这里面有李冰老师的功能。李冰老师，你确定一直在摁着？啊！李冰老师确定一直在摁着？您就是一托。我给大家。我给大家说一事实，不是，我今天到这儿，我不得不把这事实说出来。说吧。其实我是刘谦老师的助手。就算你是刘谦老师的助手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哪里可以有那么快的时间去把那张手帕上印上红桃五？这是我们魔术师的秘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我想告诉他助手，不相信你的手那么快手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刘谦老师并不知道西明大哥会抽出哪张牌，按到红桃五那张牌，对不对？我是随，你是随便按的，随便按的，对啊。对啊，而且那么多张牌。现在我这儿好不好？人家说言多必有失。嗯哼。我们都不说话，就看刘谦老师爱说不说，我也不管。我们都不说话。刘谦老师，您就主持吧。你刚刚一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就跟我握手，我真的是有点怕。你在我们人间还好吧？我跟你说，西明，你又干错了一件事。我为什么很少跟刘谦老师握手？为什么？因为以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的经历，我觉得他是练过吸星大法，他会把你身上的精气神都给吸走。
现场观众朋友们和我们场外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你们期待的那一刻要来了。好的，首先需要一个大家每天都会看见的东西，硬币，一块钱。好，除了硬币之外呢，我要拿出刚才的玻璃杯，玻璃杯。除了硬币跟玻璃杯之外呢，我还需要报纸。接下来我让这个硬币从这个位置穿过去。啊？穿过去？穿过去？穿到哪里？从上面穿到下面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大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好，首先我把硬币放在这里，用玻璃杯盖着它，这样子我就不可能去接触到这个硬币，是，对吧？好，无论用任何方法，我都接触不到这个硬币。如果硬币就直接这样穿过桌子，你会吓到发疯吧？吓到发疯，对啊，我还要能疯也算是幸运了，我就怕连疯的机会都没。傻了，给我们吓傻了。靠近一点，会不会爆炸？靠近一点，再再一次爆炸，手绢也会硬币。接下来开，从现在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是不是功力被散了？杯子不是硬币，那么大的一个杯子，哎，冰老师，我不住了。刘谦老师，你看你硬是把我们冰老师给吓傻了。你知道我突然感觉什么？心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们觉得我们像傻子，真的。你能想到吗？想不到，也可能是我们被眼睛骗了。还好刘谦老师还是一个有爱心的神人，他会把这件事情给我们交代清楚的。对，让我们回过神来。没有啊，今天时间已经过长，就这个就不要了，下回就不再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绝不行。你们答应吗？答应吗？观众朋友们，不行不行，要不今儿晚上睡不着觉，要不今天你走不出去。关门关门。好，大家很想知道怎么做的，太想知道了。当然了，很想我教吗？哎，好，哎，掌声再热烈一点。哎，好，这个魔术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好，它只用到了魔术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转移注意力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一个硬币跟一个杯子，然后呢，还有一张报纸。好，这个硬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用来转移大家注意力用。其实从头到尾我都不是要让硬币穿过去，我是要让杯子穿过去。事情是这个样子，怎么穿呢？我先把杯子盖住硬币。好，大家看到硬币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我用报纸把它盖住，把它
它压出一个杯子的形状来，就这样压出一个杯子的形状，然后当然硬币还在里面，重点就在现在开始，我先装神弄鬼一番，这个时候爆炸了，这个时候大家以为硬币不知道是不是传过去，接着呢我会做这个动作，哎还没，这个时候大家眼神都在看这里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偷偷的把杯子，但是还在这边哦，我觉得最傻的人是我，我真的都没有发现，我站他的身边呢，连续动作是这样，哼，哎还在，这时候我拿走，速度也好快。接下来呢？为什么我这样会有声音吗？是左手配合。好，从下面往上敲，当然是有声音。接下来不用我说，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对不对？杯子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你还是人类的，还是人类的，不是外星人的，是一个用科学的方法来骗人的一个人类。重点是老师你好镇静哦，你凭什么骗我还这么镇静呢？我在想你骗人的时候是不是你最镇静的时候，对啊，好，所以没有朋友，所以机会教育，机会教育表演魔术呢，你必须要在，就算你在骗人，你的表情也要不为所动，常常看到有人会这样子哦，做个错误的示范，呵，硬币还在，偷笑，哦，这也偷笑，对，还有眼神，好，你千万不能，哎哎哎，对，接着。对，还有这个声音的配合很重要，不能这样哦。错误示范。好了，让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刘谦老师。谢谢。